朋友，我是黄磊，在这里呢给大家拜年，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鸡年大吉，身体健康，祝大家鸡年吉祥，凡事事宜。欢迎收看2017难忘今宵春节评弹特别节目。闪闪纷飞和登上红红火火过大年。我是苏州广电总台的节目主持人黄磊。我是上海平台队的评委委员侯新伯。辞旧迎新之际，首先给大家拜一个年，恭祝各位在新的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上海都听平台。刚才呢，吴江评弹团带给我们的评弹小组唱热情奔放，充满活力，拉开了我们今年评弹春节特别节目的序幕。是的，王磊啊，苏州广电总台啊，每年侪要举办自家一场评弹晚会。对，而且每年侪有一个主题。是的，今年个主题是啥呢？哦，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难忘今宵。哦，这个大家再熟悉了。每年春晚结束，李国一老师背一唱。
难忘今宵。又唱得带没劲，够赞够赞。但是呢，分拆出来哦，不对啊，哎，不是这个难忘今宵的宵，是小字辈的小。哦，是三字辈的三。哎，我挨个我晓得个，还是体。平台的希望随着那三字辈生了，努力多个小鲜肉、小花旦，太嘴不打嘎。也不对。我们这个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次邀请来的演员名字当中都带一个小字，当年他们是初出茅庐，现在都是我们书坛的名家响当了。哎，你别讲，你平台有名字当中到写的非常多，随便讲讲，上三云、刘三良、郭三伟、超三五等等等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马三军，我叫李三军，张三云、曹三五、刘三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孙小云。唐三红，我叫胡三喜。大家好，我叫张三平。我叫孙三梅、郭三伟。经济百姓每天更新，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鸡年大吉，心想事成。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工作鸡年吉祥，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大家新春愉快，鸡年大吉，恭喜发财，凡事如意，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收嘴平台真的还挺啊，听完之但是再来一段评话，实际上吃酒先闻的，再搞两只芝麻汤头，甜的搭搭，米的适配，对个，味道好极了。是的，那么接下来登场的哈，是一位评话演员，叫胡小茹，他的父亲大家一定熟悉，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天茹。哦，天茹老师啊，我非常荣幸。三荣光我还听着过你个诗哦，哎，那个台上像是别具一格，很有特点。嗯，而且你后来诗呢，台下还是吩咐双喜哦，你会得笑诗，呜呼，当酒扶妓。后来诗的诗台上像塑造的小人物，特别是栩栩如生。嗯，那其实胡小茹老师已经离开书台多年，但是为了将父亲的大作《彭公案》能够传承下去，他又穿起长衫，拿起醒木，重返舞台。是的，今天呢，你为大家带来一位《彭公案》当中的三位大拿戚王长，为评话鼓掌。一生金鸡报晓，谁日后即将离去门，光明受人爱惜。今朝是康熙43年，1704年，旧历18，距离三岁大动，80里路，与一座山上，不惧了龙。三面鬼神，一面考试，三套之中。第一是非常需要，红米浪向有一定雕条，脚跟时用魔力搭起个功力，有10米之高，2米沟通。可以疗防一切，过桥抽出司令，李向三下五里，谁是戚王长？双玉门里有一匹白狼，白狼龙翔，之后两个旗帜，一黄一红，黄衣龙翔有4个字，天天引导，红衣龙翔戚王长。进双玉洞门廊，一扇3个梯形，当中用头浪响，80几人，两旁边故事如盖苍苍。过梯形，里向就是强盗的洗衣厅。当中往里有不根，有细毛粗的钉子，屋里的沙灯是又像小鱼的上头，
梁王的死无烈酒，上对武东雕梁，当红是不杀斗灯笼。李湘与四块大理上个屏风，今朝上对红的水煮好了龙，当中呢有一个水日银，门里是一只红木的供桌，水到水高堆着是水，当中一只自动的香炉，香烟缭绕，两旁边一对大红蜡烛，门里是一只紫檀木的不洗桌，两只雕花的烤鱼，最前的两面十六扇红木的寿宴。今朝是给达庄子的四十大寿，高五郎向谁来后西的讲的来自有好几百个人，你光看看庄丁老乡各种方类子八十有年纪上，上头个主菜谁无谁霸满，给达的个大小讲的庄丁是要从一清早忙碌到现在，即想要中浪花了，讲的们边喝茶边聊天，在浪等待老李生到上，唔不多少辰光，冰封雨里叫杀雨人，让唱出来。将酒无言，百个字答案。给他的一个庄子，你看你谁的病地呀，身高呀不差毛上，饥渴有余，后背拥有三方同日里，两秒阔背礼貌，一对同龄挂碍都不理阔气，你是答应的后阿不起，对郎想打一顶后王德之扶伤巾，当中呢刻一块西彩的毛竹，新郎想自容头用金丝水缝出毛堆花的鞋子，家郎想金丝绣。今朝你四十大寿，心里想非常开心，地郎想这个夫人也到好了郎，这个夫人看看年纪了，年岁不大，十八九岁。你看你头浪像是一个双尾塔，凤凰头戴蘑菇头，满头紫色直到上与鲜花盖顶，桂花雨塌得来上上凉。新郎像初一日三寸三分头，高领头一插二寸头，大锐口可以头是一头，一块块干袄子相比，大红肚子面子收在家里，一件碎花的短袄。我里出一条红绿追索，八福祥云，金祥银开，四郎银盖地，家郎想摘一双，三寸不得，两寸可怜，脚背不高，脚底不矮，同胞里贴包根，不敌小家公啊，啊，李郎想一粒名字，光芒肃杀，啊，帮郎想用金丝是一朵玫瑰花，你看你天上一只果子里。绿叶梅行木吹不中要白樱的小曲，面孔粗圆，还有两个嘴牙，真个傻人。面孔塌得细细白，衣饰点得虚虚红，面貌画得细细细。一只水浪像打个飞彩，比另外一只水浪像金锁的，耳朵浪像当是亮丽，金耳环，嘴里像露出一块葡萄嘴锁，是小蝴蝶的单拍子。三姑娘上路何飞周军三世有点拼命姐姐弟弟，哎呦真的漂亮了，这个傻人诗人姓商名三胡，刚无浪向大家在这里聚乎娘，你苦苦的嘛伤得没表情，你去妈妈亲，实际浪向
你今年岁数要足足辣辣38岁，从小生生在养老窟里向，13岁抱得崩，我家里一生当中最最喜爱的，谁是小伙子？你看你个啥面孔啦？面孔红彤彤，丫丫呼噜孔。我家你没你几岁？今年18岁，过生日还是18岁，春经八家辈，年年18岁。那么前两日屋里向把那鸳鸯灯一捧红烧腿，五百丈火气势，到街打投奔庄子牙。碰到街打个庄子牙，一眼相送，叫红上送美女。阿姨说，朱夫娘嫁给我。朱夫娘正好两头发啥事？当中往里空荡了了，这个阿胡子啦，内裤是蛮内裤，心里想的正好寻一个小巴里。昨天呢，小巴里面孔绑面孔，躺上去滑溜溜，各种阿胡子啦，痒兮兮，痛得要命。我讲嫩皮肤要不你烫坏脱的，但是不要去顾虑，今朝就答应告白呢，各位双喜呀。实质上将朱夫娘告得该得的。你倘若拿计算机一算算啦，要108个男人，抱得两三郎将都是108这样的。这个女人啦，面孔标致，这身体里向是毒辣得不得了，毒得啥个程度？这个不像天狼像蛇嘴心，既白虎心，同时无匪。你最公的上火啦，一年四季发出一根青草。祖宗八家办公，肚皮扎扎热的。头一天到那房间里想，好一批气好了，蚊子全死光。倘若今朝朱夫娘路过街道下头啦，上面电灯泡扎扎全曝光。哎呦，倒是倒得嘞！该去龙光夫妻两家里，得知都听两响，啊，离婚。英雄尽了。朱夫娘见到的人大部分的侪熟悉。哟，大家都这样，我双水花见各位有礼万。这批讲到雨松嘛的，这个女人拉得一个人高，一抱一个人高的，前头得是一五六个人高，才把那官兵打脱的。今朝得最大的是，啊，你要动下你的，要挖家了，要出卖的。啥天嘛，菊花娘人夺得了，不再夺了。现在两家的得是双亭浪响，呼得来，那浪一杀口一浪响，手铃铛。中庭浪向所有的强盗统统起身，大家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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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好装饰，胜人无疆，肥人无疆。大家手里向侪都准备好礼物的，翡翠老女神、白玉观世音、猫儿眼、姚明子、冰玉手、双金锭、玉心锭，三三七高的，神采我屋里向一撒，真气大送上来。呼得来开心啊！一日下过，为着是要要记账啊！搿点礼物呢，就要把那庄木箱里向，抛两个双钉，带到里向去。强盗们大家围到自家女宿浪向，叫啥手拉盖起龙光，哪里有人报？梅湖上呼噜子较量，大致要被西北死了，已经让庄门跟随了。呼得来一听嘛，哈哈哈哈哈哈！我今朝40大寿，各种礼物侪不缺，就是缺各种小姑娘今朝来唱戏，要热忙点。有劲气盛嘛，大致都晓得么？菊花娘，打出中庭一看嘛，就说天神里向的背景已经到了，10几个姑娘，还有些标致得不得了。心里大悲的呢，人生都没水小的，
落差不得，五十开咬，生一杀，甲子里上里大，下里细，两条大呱呱的尾巴，一对小眼睛，嘴巴里不吃人，牙高不牙齿，上水七根，下水八根，松跟黄龙水翘起来，头浪像打一钉，有色头丝，孤僻小毛，当中开一块羊翅白肉。身浪像台湾最少的长衫，外里这一件青最少的短袄，当中五粒金鱼鳞，脚浪像扎一双鱼口的布底袄，大根小米是哎，贵了杯里，自古理想为了让读出来，一匹罗汉天下行。20年来，老奴里三江四海都走尽，56岁范梦婷，膝下女儿多美貌，80年根未对亲，究竟故乡风味好。有人请我再出门，我想呀，实在有点真高兴。哎，有人来了。花大哥，花大哥，我贾亮把姑娘们带过来了，姑娘们，哎，上去见过老头心啊。是，十几个姑娘摆好台，一个一个上来，见双喜呀，反复，花旦一哭是开心啊，哈哈哈哈。少提目给他整个期望上总管菊姑娘一个是吃的，给他里的书房里像老容才是容老容易，今朝来是大许多姑娘们心里想非常高兴啊，贾燕亭来来来，里边请。得知双厅浪响，那么大家才要是无名当姑娘们让谁的红木手艺浪响，一个一个谁无手名当呼得来平常也讲个这上水意思啦，今朝要娘不啦叫两手叫两一口嘛，自家人生得二岁啊，个这灯子也是个头也是个哥，我理想的你才有大伯可以弟弟家，今朝不能够弟家里，但是有意思啊，嗯，这座灯石刚高呀，人扑来王生一直上来、哎、各位我贾良在此有礼了，教良德给他的正式开始了，大家才要动宽呼得来杀死一百岁嘛，是要敬敬教良，教良厉害是三百岁，路浪向吃力了，这张直播有点故事是一副的内容向的菜丰富得来，当中一杀大家的一旁哪个宽上里还说得地的人，一门清真的牡蛎八肚皮若鸡鱼葱姜努力蒸一蒸，比浪向我有八三鸡俺才是黄鱼鸡了，拿着些黄，但是教练口中的鸡比浪向一门孤清云肉呀，这个是你这才呼吸过了最吃的鸡一块牛肉王真智力将多争气，下次不也想不来呀，我吃了一块没一块牛筋呀，香是蛮香的，嗯，味道蛮好的，嗯，这一块嘛还有一本啥个江北老师，但是过了最再
记忆力。地朗向军姑娘看得晓得嘞，是那个那老师屁股把粉碎他呀！救命嘞！地朗向嘟一回，等到大家吃得阿母羊差不多了，那么羊到一时要求，一姑娘要唱戏了，叫两嘴杯一抱嘛，所以说各位，我现在心里暗暗上次。我表演一套戏发给大家看看，强调才晓得的呀，你做十八年的，专业的你比戏法，你带来的想么子侪比到你身浪向去，这个有啥必然呢？你还是要姑娘唱戏，搿点姑娘咋咋不要去的，眼神侪水汪汪的。到最后嘛，较量带来的想戏本子拿出来了，戏本子盲僧地浪向不随不随桌浪向一把，深度大家对戏吧。隔壁江都还有真心空大家在上里像不来一个武装戏像谁我的天旁边是那一发射四个王口日口跟一啥公口里的武装戏本子带狼像一把我们来第一杀小狗上上坟哭心腹哎呦大家也是出卖的，俺地朗向一个大事实，我来地上稍微有点名气个吧。孟姜女哭上人，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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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的了一听，碰着和尚大事真个出卖的。说啥个？还是让姑娘们自家唱吧。家良说对，今朝我第一场让姑娘们唱一场《洞箫》，俺好戏。还有的大家在拍戏，姑娘们，哟，你们准备一下，马上就要唱戏了。是，两个姑娘，用一落，这个落地上的呢，脚上落子一块碎拍，立起来嘛，地浪响，一立。红衣裳的手里向罗号是一支上个竹节笛叫两首诗个个两个姑娘罗龙不仅是相当于名气的特别是个个红衣裳是笛子不仅是大家才有什么的少年听到你个笛啦个水面才好都耳声你的了听说大家要认真听听得越多水面越上来吧红衣裳的姑娘往水里水吹上两步再带罗衣裳看看罗衣裳低一低头上天们耳朵才是老搭档呀这次的牙膏是八八角的给他三十五人听着水面上要多二十年的嘞现在马上水要开始了我的大家在逼人上天嘛给题目有点醉讲到砰的啪等口水乌龟好啊哇都给他们脑门哪里孤兵的龙当心嘞这听起叮咚当
上，三声炮响，拿不着要打破妄装，本事，得势，就是。古中朋友大家好，我叫吴先军，我叫李先军，咋先云，擦先吴，雨先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孙小云，唐先红，我叫吴先石，大家好，我叫张先平，我叫孙先梅，高先伟。经济百姓每天更新，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大吉，心想事成。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工作吉利吉祥，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大家新春愉快，吉利大吉，恭喜发财，凡事如意，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立调传人周红。哎，王磊啊，只有我说三个，你一个都有个同事。你的名字当中没三字的。没，你不晓得的，我刚不能听到。其实周红呢是苏州人，出生的时候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确实叫周红，但不是这个红色的红，而是彩虹的红。彩虹的红。哎，后来进了苏州评弹团之后，跟于瑞军学说苗金凤。当年苏州团的团长毕康年呢，就给周红起了个艺名叫周小军，小字辈。哦，实际上有一个三字的。哎，原来个情况我熟悉了。你单单子你上海平台头，把羽绒衫老师为师，那么羽老师呢，打理那个红字改成跟红颜色的红。对，接下来是红的发字。那周红呢，近年来是致力于评弹的创新工作哈，他将大家熟悉的唐诗宋词配上江南雅韵，听来是别有韵味。那接下来呢，他和苏州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家樊妍妍给我们带来白居易的《忆江南》。
中晚语大家好，我叫吴谢军，我叫李谢军，查谢云，查谢武，余谢莲，我叫孙小云，查谢红，我叫吴谢石，我叫张谢平，我叫孙谢梅，高谢伟，工作七日之前，新春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大吉，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呀！新年大吉好运交，平潭春晚真热闹，赢家大咖齐云集，各领风骚本领高。说些弹唱显身手，难忘今宵乐陶陶。你是爱的明天，感受我心中。2017春节评弹特别节目机不可失，大年初一至初七，敬请记牢。朋友，我是黄磊，在这里呢给大家拜年，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鸡年大吉，身体健康，祝大家鸡年吉祥，万事如意。欢迎收看2017难忘今宵春节评弹特别节目。黄磊啊，接下来上是哪位小子辈呢？哦，接下来登台的是一位87岁的小子辈。八十七岁不是小子辈，是老寿星。不过你别讲，你平台演员当中上岁个蛮多的。嗯。那么各位小子辈是啥人呢？帮你猜个妹妹子哈。也帮我猜子。来猜猜看呢。她是评弹界第一位入党的女演员。嗯。也是第一位出国访问的女演员。嗯、在书坛被誉为四小金刚之一，拜师徐勤芳，跟庞学廷。何说洛金善？报告，猜出来子。啊，就猜出来子，不大可啊，啥人呀？刘先金老师阿呆。回答正确。我等你讲。猜出来的。哎，你撞在我枪口上了。哦，怎么说？我也想上你还挺第一件阿姨的了。哦，哪个？因为那个女婿周明华是我的师兄。哦，搿啥情？哎，搿么是有请刘老师。好的，我们掌声有请刘晓晴老师，有请。哇，刘老师气质还得了，来。李老师你好，李老师你好，哎，李老师啊，刚刚王来当个教授，讲你是
平台演员当中第一个出国访问的女演员，哎，当时是带啥地方去？是哪行的情况？啊，还当你交代交代。是龙年带云南，因为搿辰光呢，云南呢是吃了打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去的。我参加的呢是江苏省地区批，是越南妇女慰问代表团，共中呢有20个同志，连翻译在内，其中呢有7个演员，我作为苏州的平台演员出国的，那么是唱个平台了，是唱个《中国人民心里心》，那么越南同志听不懂的啦，我们事先请一个翻译，加这两三个越南话，所以俺们两句呢，我就拿越南话唱个平台。所以也跟那外头比较哦，平台到越南去的不大远的。哎，不大远。刘老师啊，这个啊，我主要是你平台再到越南去呢，你就是身体好呢，跟你一道去做翻译去。刘老师，哎，我觉着你其实还得来的，我们看得出包着七岁呀，你还有啥个半夜秘诀来登记来，推了看。秘诀是没秘诀的，其实主要有两点啊，第一呢是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哎，毕竟是先辈那位首长去，关键是女婿哈。哎，那么用不着我操心。第二点呢，心态比较好。那么就是胸襟比较宽。哦，凡事呢，遇事无争。哦，遇事无争。哎，就知足常乐。知足常乐。那李老师，你有点啥个业余爱好呢？平常？业余爱好嘛，我是拾得记录。哦，拾得记录。自行靠我。年纪都在，已经不在屋里向呢，总不是事体。所以一个星期呢，参加三次，一次呢是吃茶，带两个男同事、男朋友；还有两次呢是参加平台经济片房唱京戏。那么今朝呢，机会难得，你刘老师那块打扮得这样漂亮，是吧？今朝三四百嘛，你刘老师阿爷来唱一段。不必在，因为我们啊。年纪都在，啊是啊，力不从心在，啊是啊，喉咙嘛不还在，那么翻面翻翻吹着啊，还是让我女婿当我重生，为先帮遇到了一次节目，哦，把他捧哭吧。好的，掌声有请。哎呦，姑爹个哪能嘛？能嘛？哦呦，你看那才是个人物啊，好不得了啊！哎呀，你们妹都声音大没难嘛个？老张，你到哪块去啊？我到唱门去了。哦，你们妹都叫啥个收嘴，我到现在听不到记载。各位很多也晓得，说你知道，我带米弟弟去吃碗面，我说哎，来碗五肉生煎面，你外地我听不懂。讲普通话，哎，你多想想看，受罪我让他受罪了，米也吃不上，想想看。外面七十里了，有这个幼儿幼稚园要去滚，小朋友啊，第三代啊，像个上三个呢，1/2要拒送医上，才不会讲受罪话在。哎，豆豆啊，你还会讲家？会。会个，刚才还你来一段哈，来一段，来，预备起。爷爷爷，上个月。一张线满满的线，亮亮亮，三个亮，两张线满顺风铃，三三三，三个三，三张线满不歇山，四四四，三个四，四张线满天楼寺，三个五。三线来牵五次，好。爷爷，你要喂个家？喂个，好，你爷爷来一只哈。好嘞，预备起。爷爷，爷爷，爷爷，我不见，我不见，老汉白白，马爹五三三，对不上了，你不见。省了物力两的钱哦，小朋友啊，哎，阿爹来咋哈个？我就拿了一张。哦，我们来怎么哈？哎，倒是有面鼓啊，是个手最有面鼓个东西两破鼓，东破鼓新破，西破鼓新鼓，东破鼓
北坡谷、西坡谷、过坡谷、东坡谷、坡里挪块豆腐谷、西坡谷、水里挪块萝卜谷、东坡谷、坡坡谷个西坡谷个过坡谷，两个坡谷才发谷。来来来来来，小朋友啊，你到谷里过去不想想哈个？哎呦，那可呢？哎呦，送我的人到的啦！哎呦，那边那个王天牛呢？哎呦呦，难吗难吗？哎呦，啥个声音叫？哎，听听歌。哎，小朋友，你听啥个声音？真的哈，给小朋友啊，不要再感动两声，手足动也哈。害怕的，你谁吓我的？哦，咚咚锵，咚咚锵，你要塞比锣鼓响。咚咚锵，咚咚锵，你要塞比锣鼓响。暖暖心中喜洋洋，锣鼓开得真难忘。我俩有，我俩俩，兔子灯笼追我俩。我俩有，我俩。猴子灯真漂亮，最公办事更不想，新年代凤灯笼，张灯结彩步步高，闹你生我年年喊，阿谁的红纸板，看不见侬过新歌，阿爹喊侬喊爸爸，哎，谁是喊爸爸？啥个年呀，明年？鸡。哎，新的一年祝大家年龄同心，揭开之家，四季互畅，澳方临门，乐乐大润，七夕来袭，不妨鸿运，句句吉祥，十里十美，新年快乐。师兄，师兄，我好。可是我想嘛，俺是洋娘养出来的，这样中国这个一个都要的上着当时旁着个吃了红字黑字，俺是那小个，俺是那小个。你是个富代啊！啊啊，不错，不错，是我小个，我小个，我小个。老福特。要不我送不来呱呱叫个好橘子啊，那你说我出来买对呢？哎呦呦呦，做兄啊，好橘子是大家才看得懂的，你上帝明明出我买的出到运动国，你哪读的了？叫谁丁王石社悲哀富士来摇摇摇呸哎呀呀，哎呀呀，真正死得了人的，送不能呱呱叫一副好歹句，那读人普句嘛，意思是要服人的咯。你生俺是读人都不离弃呀，可不你当读读课，你读出来。我读出来，顶住呱呱叫个好句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马先军，我叫李先军，张先云，曹先武，余先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孙小云，冯先英，庞先红，我叫吴先石。大家好哈，我叫张先平，我叫孙先梅，高先伟。经济百姓万年更新，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鸡年大吉，心想事成。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工作鸡你这样，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大家新春愉快，鸡你大吉，恭喜发财，凡事如意，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冯小英老师，还有他的先生范林元，同时呢还邀请了我们苏州评弹学校的孙小妹老师，三个档联袂合作。哦，一来就是两个档三四个。对。哎，这个三高队我们才熟悉个。范林元、冯小英是我的同事，孙小妹是我评弹学堂的同学。哦，哎，那么里头三高队谁先到来的是啥个节目呢？首先带给我们的是三校经典选回《明伦堂》，掌声有请。今在里头尊重，我不大行个。昨天里头两个人才有三十，其实我讲不三十，就这几十年应该叫冯兰英，不是冯小英，沈大美那么对啊。大爷等我打电话说三十被有三个才好抽岗。那么我不来的，所以你要来的，所以家属要打了海的，这样有个无数。那么我明年改名字，我也改写，这明年读的，不改写，那叫范大女，那么可以的。新年新岁，三位名人堂。名人堂是读书人吐痰学问，得过人情上书。现在是年初一，正浪向，杭州城里孔庙的名人堂上已经热闹非凡。那么，俺是吐痰学问呢，非议。因为昨天夜里向童年呀捉住谁呀，让徐子骞的门上向写是一副对，见谁定王则杀，悲哀无日来。等到天亮，徐子骞看见了红帽山上，马上派人一张帖子送到追风亭屋里向，接个说主帅立时立刻赶上名人堂来。刚刚心上，你啥个意思？啥个名堂？也是要个副队。见来个查账夫，副队是雷小生。说主帅跟人家分担，立刻走来。追风亭也接个了。想想做主帅啊，徐子骞是该到杭州出名的地痞学童子，身出两头一缩，一生只有几十个弟兄叫普学堂，你该到本地人还要比两三分，你一个可比人居在朝里，我要到厕所去。他们喊啥呢？做主帅，你今朝说不定都弄得不死嘛，还欺负特特一人比，所以说放心嘛，一旦辈子来。现在名人呐。一面是徐子骞打个被小卒当几十个，立得再再立谁不可一世。一边呢是做主帅的追文斌，叫龚丹丹、任青青，算是两个人。徐子骞看见追文斌，心里想有点懊恼。你是吏部公子有身份的人，平常行事不为好事，不少往来。所以送帖子的辰光，观察非也惊动，想不到你辈子一道来。那么一些的，你客气，我不客气；你如果不客气，非也怪我不把你面子。今朝的冤家是做主帅，你要猛追猛打，追老虎上山，你要这个孙悟空的了，好好你横踢你个米的。师兄，师兄，我好。哇！哎呦，这是我想嘛，俺是杨娘养出来的，人家中族的那一个，狗咬的上着，当时碰着个吃了，逮到鱼个。做是亏心事体回过来，对两旁边的弟兄跪一跪，应说：“上长，做兄。”师兄，杭州地方上向有一个规矩。童年要个夜里向，高高人家门上向行贴符字对，叫符字符字啊。象征一年四季太平无事，讨个口彩，同一个吉利。那一个靠别人，哪可以扶持杭州地方的风俗、习俗？
一夜之间，杭州富士丹改做原士丹，顶顶屋里的。为了我独门浪向写搿种出卖的、发射的个句子，分明是羞辱你搿辈杭州的读书人。写到搿种那个句子啊，假期一次的徐雨桐放屁啊！现在当哈拉去会上来，挖空读书人，不吃做饭个，一眼也不关注。一点没知识，字不可见矣，虚莫不可雕也。岂与此理？始终放屁！真正放屁！彻底放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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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文斌啊，文斌啊，该倒是说上话啊！朱永斌可不，哎呦，不灵！上上来已经兵队走下，可是留下来又得一出洋相了哇！俺拉着，哎，此景乃是名人的。哦，是名人堂。是啊，我不当试卡吧。名人堂嘛，都是人偷偷好问的上手，这是欲气要出，欲火要发，那么空身下门的还要斯斯文文，有理有理。你看个中人呢，呲牙咧嘴，张牙舞爪，口中放屁，臭气熏天，阿三哥是看门啊！是啊是啊，做兄，哪种耍个派的？众位弟兄是口不乖，道当不平，我随手空庙里个规矩嘛，也不是哪一个人懂，大家读书人侪晓得过。哦，原来孔庙里的礼数规矩，你都在晓得个。当然晓得。那么，既然在俺子山的要请教一二啊。这不晓得山如不在，难进过门。俺看见，前头的正厅的屋顶了，一浪大，用瓦板砌起来，两旁边两个都翘起来。叫啥个名堂？小，这个不懂的，叫屋脊。哦，屋脊，我当两头肉。啥个话？不，你看呢？翻开锅头，那两个头吃了，那还是蛮香的嘞。请叫搿条屋脊一塌瓜子多少掌我砌起来的？这个哥，啥人吃吧？肚子腹肌爬上去，一张一张瘦啊！用不着瘦这个呀，用不着瘦的。哎，搿种就基本常识，读书人应该晓得个。那么几张呢？呀，你说你晓得个，那龙龙门我不认。你门的错卡不够。我得眼眼的晓得。那哈，三千张。三千张。哦，那多少张呢？八腿一张，十一张，要开一张。为啥必要三千张？这倒是空庙呀！啊，正厅上头我这三千张我，意思是啊，空身门下有三千个弟子啊！哎呦，好哟，三千个弟子嘛，大家谁晓得不？我不是指出来嘛，你大家谁晓得的？我们自然晓得。记住这个，我再问嘞。那哈？刚刚你进来辰光，俺是有只露台，露台两旁边小个石狮子，又扶扶手手，请教一塌瓜子都不少张。胃口特好。啊，七八子进来辰光，一只一只收进来啊，用不着收的个，用不着收啊。哎，搿宗教也是爱白收，倒也是爱白收。基本上是读书人应该晓得个，倒也是晓得个。哎，几只？七十二只。啊，七十二只。嗯，啥个讲去？意思是讲，孔圣门下三千弟子当中，有七十二个义士啊。七十二个姨子嘛，大家谁晓得个？哎呀，我说是不能也晓得噻。那么自然晓得。那么我得再问你呢。啊。这七十二个姨子当中，啊、有几个人知青特高支部的？几个分人青分特高支部的？哎呦，哎呀，错开！啊，这个么子弄在清爽啊？做兄啊，上台就个过来人子，上哪户还入客？用不到入客这个呀。啥个道理？资本上才有。啥个世上有？你往后读书人《论语》也看了。我讲他个《论语》半夜读惯。《论语》上晓得蛮明白。啊。三十个人字清代四十二个分特高支部了。你倒晓得个？哎，我不晓得。哪晓得？《论语》上晓得不是很清爽吗？那你哪分口气？叫古在欧六人。同志六七人，古在古在，
特子高子不住小姑娘才叫姑仔，欧罗人欧罗达三十，同子六七人，分他高子不叫同子，同子六七人，六七四人一个人高里头三十个，啊，正好七人一个人啊！哎呦，得你刚才我不收拾来过哈，我又不得，那个桌子在七个里数八个里飞，像七了我不得做龙魂汤不用挤啊，得要飞的，哎。妹妹去做熊啊，你龙龙清爽明人道，今朝黑你来不是你门你啊，你要门你你非数不清楚啊，门呢你做啥说你一头你要压力让我门上像下个种发射的个带冲我美队，我不说人光下个出来美队个句子啊，说行行是去讲哪个？是吧？做主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你刚刚那是分享你。我们你耍个病句呢？病句啊？嗯。那棋子就像老早留到那个只棋子，门廊下个副对联啦，就当当星星不坐来，随之屋里向砰摸出来，台子上向一开来扑一扑哈，病句嘛？你自家看。红字黑字，阿是恁小个，阿是恁小个。你是个副队啊？啊啊，不错，不错，是我小个，我小个，我小个。老福特，哎，不过我送不来乖乖这个好橘子啊，那你说我出来买对呢？哎呦呦呦，做熊啊！哈，橘子是大家才看得懂的。你上帝明明从我面前戳到运动骨。你哪读的了？哪读？啊。我们哪想问我哪读了？暂时还读。我们读出来听听看呀。不读。心里心在戳面前的，不读。你不读不大家哪晓得好了我？那么你晓得了，我今朝读得出。你晓得？叫谁丁？王石社悲哀父子来摇摇摇呸哎呀呀哎呀呀，真正死得了人啊，送不能呱呱叫一副好歹句，那读人铺句嘛意思是要复灵的咯，那生还是读人都不理气啊可不，那当读读课那读出来，我读出来顶住呱呱叫个好句子，你读出来好，我服帖个；你读出来不好，鼓掌上去啊！不过我要问呢，我这种读法不知你阿懂个？啥个配的？那今朝开这个名人堂，就是这个道理。你我之下，长得明智，长得明白，所以呢，请众位兄大家来，我今朝你兄好了还送一个饼。最好富裕这事情啊，为了全你吹哪里来，你别受罪读书人了，操浪的浪向为文必赛，为这每年要种一批富，以南京为地啊，这么一批落到金粉富，以一支香的人刮五批，你当着问题是高的不知下分到国内中国，那么大家看了之后，王三十载，在你做得好，在你做得花，在你头脑一定稳当的。那么我说，既然大家这样看重你，你党组文件要再接再厉，我们再来每年做一首诗。党组文件按陈武吹动诗的记载，这首诗当中要对中于诗，诗中于对，对对于诗，诗诗于对，连贯巧句，直接慰问。这个名堂三个叫对中于诗，诗中于对，对对于诗，李贵巧对这经哦。可么做熊？听那个音对吗？这屋下的门廊下个谁诗，谁是个种名堂经啊？哎，那么你总是年轻的啊，晓得？那么你要读出来管，读出来不服听吗？啊，要读七句，不能读五十句。一塌糊涂是十个字。你读出一句个？哦哟，大清家读读看。那，谁定王石社？不要停。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多一句。
多武器啊？问我的教粮食。教粮食。谁定王室守备？哎，谁定王室守备？哎，那好。意思倒是有点转过来着，不对。我里这上三个字发成句子的话。放心呀，刚刚上帝们我里教两个字，现在我里们上帝去教会两个字。那多发。十首悲哀福是来。十首悲哀福是来。啊好。意思倒像是好子。妹妹讲。乃说这军为文诗句嘛，应当有四句，还有两句了哇。嘿嘿，但那个这军为文和来回读，刚刚成功来读，现在还回过去读。那还多发。雷师傅爱背少时，爱背少时，黄丁山。三个十行读者，哦，十行读者，哦哦哦。哦那屋子哆啰啰的一转呢，赵志山啊，你刚刚自个讲的，你都挡住文水了，而趁我吹动，每人小哥已经接近外文时，马上说你一枪，你今朝讲得出，那么我这个对说行的可以怎样？你讲不出，你谁叫枪毙？说兄啊，哦，那么今朝我倒要拉拉米皮那里去。你都当作文嘴，耳称我吹动，每人笑一岁，这进外文师门，还能够四九。哥哥教子啊，这条两条路丢的，等那个狼枪当送我一枪，你说得出预告是说不出，捏你个婚，你要太太死他，怎么代理妈妈？今朝非得叫你服帖，为娘你开开眼角，啊。弟兄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那么你党主任这四个人的把数，我称我吹东，把了第一个称，应该是谢堂党八号。哦，党八号。谢堂的五字对句啊，叫燕蹄鹅绿龙，春行小月明。那么七十句呢？叫燕蹄鹅绿龙，春行。绿龙成人小月明，明月小人成龙女，心从人绿我的婴儿。我文征明的哪是？文征明是老三，阿达是个吹，五字对句叫翠屏白鹿原，神雨气水里。七十句。翠屏白鹿原，神雨，鹿原神雨气水里。绿水起于神云路，与人云路把兵去啊！哎呀呀，可不介绍你做熊啊！啊，我来嘛，你应该啊着一个虎啊！亲家，那个是虎啊！再了后上山不要逼杀我！哎，师兄啊，我们刚刚的门了，可负担多高的是老的，不，一桩事体归一桩事体的。今朝么拜爷请教，我拜爷请教啊。我们男人啊，客气嘛，我只想发谦虚在。不过话我说出来，当到你唐主任就四个人四岁师啊，啊，娘为我做主帅的最好，做得顶顶好，比是很高。自家讲顶顶好个，亲戚啊！大家口子之后，个个敲到门前头，在我做主帅有道理。哦，后来不良的石狮先生晓得的啊，挪得去当开皮厂。哦，搿只开皮厂得了，现在名气响得呱啦啦啊，已经成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还是？哦哟，做主帅才晓得个。啊，我们亲戚啊，五字对句啊，叫乡里碧水东。嗯。风凉小日上七十句呢嘿嘿乡里碧水东风凉
阳十三。娘子，说得了，说得了。为什么辰光江玉丽老师亲自过来海个？我是讲个，这是我外遇了。外遇了？乡里啊，碧水东风凉。我几点来采？是外遇了。啊，外遇了。乡里啊，碧水东风凉。哦哟，张爹采。我外遇，哎呦，听到了。哦哟，做主帅胃口好的嘞，一口是唱雷炮，一唱为真。哦，十杠中十发，十杠中十发，你进啥沟来嘛？不过你兄亲在，自己兄亲咧。你兄啊，名字报下来嘛？你是吃这个东亲家的水东啊？这沟嘛？啊？哎呀，万万想不到，口上头打脱耳朵。这个后卫在山的自高声浪下来，四只鸡十来分这个东西，非不拿这只山个车队来寻我个黑死者。对，这只山忙忙，你也不是个么子。来，咱现在要用这件慰问慰藉四只鸡们，你再得花个零子不分呢，让我还有准备。那么现在四只鸡一抢杀过来，见我拿龙发你，这东门啊，这是东。这咚啊，这咚，咚咚咚咚咚，我又看到铜鼓噻，原来为哈，朱文斌单骑大才子呀，智力下面咚咚咚，脑子里甚至只是三个思路，几个为何么？余子，像我这对句们，美丽音西北，黑水东夷。七十九娘哪名人堂大事结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马小军，我叫李小军，张小云，曹小华，刘小良，我叫孙小云，大家好，我叫吴小石，我叫张小平，我叫孙小梅，顾小伟，工作鸡你这样，新春快乐，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今年大吉，心想事成，凡事如意，恭喜发财！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姥姥拿块两块抹布袋，正自动钩子边浪向腿一搭，得到英勇门人们英勇来，至今好着呢。二长一口没好哟，漂亮，紫颜色的钩子。
上头插了几个黄油人鸡油，可以讲热刺扑腾。以后请亏恩拿起来，随了鸡头腿上想打。不正确！啊啊！那个家伙挖的石钉子。那么今朝当然不客气，也不抵三个苦力不难吃吃。娘奶下趟呢也有点酥嘛。黑长得罪有理。主力向黑长得罪了，睡了家一头来个。周家盲僧半夜加班浪打浪去，搿条雨水，盲僧高子地浪向黑。哎呦！我是个猴子，这是谢的，猴子我包起来，也不是那美娘。说些弹唱显身手，难忘今宵乐陶陶。你去爱的明天。2017春节评弹特别节目《机不可失》，大年初一至初七，敬请记牢。